看需要队友跟了。哦，斗地主，下把给你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，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机器人，大刀改了，大刀小改了。为什么这些人复习都点巫术啊？盖伦复习点巫术有什么用啊？点个减 CD 吗？战绩卡蛮王1700，哎哎，别卡着我。一百多万点的蛮王最少是1000把起步。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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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够不到吗？摇摇换摇。哇，这盖伦你妈的满的呀！反正就是 DGQ 摇摇换摇、啊、我这个真的开心啊，总之这个步伐，哎呀妈突袭，把 AQ 了你一下呀，那有眼的、妈的还要来搞我，你这个东西打野应该挺厉害的啊、哦，对啊，这个东西打野很厉害。嗯，他九级之后他妈刷野无敌，打团还厉害。还有你知道吗？嗯。英雄联盟每重做的一个英雄啊，大部分还做的妈的挺成功的。盖伦即将去世。盖伦也要重做了吗？是啊，不要傻气，他打算清干两级要来抓他。超级组、然后应该这水平要取消的太严重了，勾超级组，你他妈没治疗闪现，他妈在那里站着不动吗？你在干嘛、啊？摇摇，妈的，你疯吧！你他妈不打他？我怎么打他？你怎么不打他呀？我这一次血怎么打他？我他妈都快把他妈打的打就剩一次血了，看。你就砍了他一刀，也就剩一次血了。非常想打他，我这血量怎么打他？妈的，炮车也不给老子，看我玩意，是故意搞我心态的，但我又没有证据，怎么办？走位攻一下，不要死了！哎，你别靠在那个地方，真的打我！我操，再等去看一下，超地主。超这卡莎好容易上当、啊、打地鼠，妈你今天预言太歪了吧、不痛呀、这就看你他妈动这么多预言，人去世了就是、去世了、结果是好的，那你妈，你以前不精彩点？哎，这我怎么老空啊？不老叫叫吗？还叫不叫了？我他妈一接受人是死的呀！感受到这种痛苦了吗？这种寻味的痛苦啊！没有，前面不了，感受不到。老空啊，这Q感受不到。你这你怎么老空啊？还跟我说人死了，我经常都是人死了。你看你站在我后面，好小只啊！那我磕的变大药的人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打？在我的胯下疯狂吸气吧！你磕变大药都没有我这么大，好吧？模型就这么大，没办法。容易吃钩。但是我还没吃过钩，我吃过一次。让水果呢？
包了是不是你们俩？还敢上来一局？哎，来人了吗？你是不是飘了啊？敢跟我打？牛哥吗？这次能跟我打的不超过三个。泰坦三很高了，加强了 ，Q 一就加强了。三个真的高，兄弟。还有他那个被动六秒一次，以前是八秒还是十秒？忘记了。因为在德莱文有饮血剑的时候，下路随便打一打。现在只要是打的是圣格朗，正常的常规的辅助可以。来来来，把东西。摇摇，这皮肤看起来好晕，我操！哪三个最起响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没写出来。好肉啊！刚刚不会听到，这样的话也就死了。哎，这傻狗他妈一天到晚盼着我死干嘛？啊啊！我说我打鸡巴，你举止吗？我是如果他到这里面的话，我就。摇威摇威摇威，越晕越晕了。哇，这个东西排针叶也太舒服了吧！对呀、啊，就那个丑东西啊，就很丑很丑的，跟下颌一样丑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跟暴风一样丑的那个吗？我知道。跟下颌丑的一样。我知道。不就跟你很像的那个吗？又矮又丑。嗯、他们人呢？这两个人。辅助已经预示了。摇。他就打不了你，不打不了我。辅助肥肉草三丈高了。守在一个地方啊。默默的哭泣，在喷着这个泰坦。熊贼，这波你是没闪的。我这个大刀下去会死的。哎呦，这下越塔的功底高啊，有点高了呀。这伤害太多了。啊，越塔的功底可以了呀？谁呀？下来什么？哎，还好还好了，啥插水了，爆仔走了。那、哎、他妈怎么就挂机了？谁挂机了？能不能有点他妈的竞技之心啊？作为一名专业的游戏人员，从来不会挂机，别踩。我家更新点装备，谢了。这是下一把了。三十，三十，想吃三十，三十把好像不需要。确实，好多盲文都喜欢用这个皮肤。魔王吗？嗯，就是那个恶魔之刃的那个皮肤。为什么？帅啊，帅吗？那手感好，我觉得。就是老蛮王什么的都会选择用那个东西。看我这样，走得好快哦！丢丢丢！哎，这换这个吧。哎，这个皮肤有点丑。也难受。这皮肤也太帅了。哎，
他敢 W 我，我 W 过去就是一个阿德一输，再来一个反手就是一个天蒙地蒙，砰砰砰砰砰砰砰。好，我有伤害对了，没爆。啊！你这都不死啊？你吃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他他妈瞬间把药全部拉满了，这个狗贼！咋的？有意见？这个狗贼把，他喝了个药，瞬间回来血，闪现拉开了，疼啊！暴呆种，你要叫你叫暴呆种了，你他妈喜欢叫贼种是吧？下载种，哦，有意见哈、啊？意见，意见很狠他，没意见。我哪敢对暴宅总有意见呢？宅总的话，谁敢有意见呢？好，好，我做了，好，好，哎呀，一波都没有。好了呀，小宅总。暴宅总，牛了！牛逼啊，暴宅总，混得风生水起啊！人来吧。来秀一波，到我了，是你是吧？过来吧，是你是吧？对，越南方算了，当时我们辅助之力的时候了，对，出来出来，好操作啊、哦！出来出来 ，W 开 A E A， 牛马牛马，我不操，哦，就一二连能追上我的，这世界上不超过一个。嗯，我来了，来啊、come on baby level five， 大 AD， 我接个大。你不得先交大呀？追都追不上，怎么交大？你刚才他没有的，他打你时你回头大他不就行了吗？我就不想大，我就不大他。你叫我大我就大呀。他想着开头，谁想着开头啊？老他妈是要。失败的人吗？人呢？喂，醒醒，别睡了，出来！我怎么老这样呢？啊！你他妈慢点砍死他！妈的，这么这一勾勾进去了，人死了。好、哦，到头来还是我的朋友。我说，只要有小兵在，我就不可能会死你了。And stand， yes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我我，再不，操！哎，这拳法师你也没按，你闪现过去干嘛？气死啊！你不去讲究他气势，他妈的这个 AD 被他吓得到处跑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的时候第一天不是很想，很想我。我不在的时候你们都在上枪。警告你，不要，要不，真丢人。就你是装备怎么打我？虽然说你实力，但没用啊。嗯，装起来了。接下来表演的是辅助单杀中单。真不需要说，不敢说来。下口在等点燃，刚才在等大招。Q E A 大招点燃 A。我这人头与我如浮云呐。帅的呀！哎，这锤子他妈直接推游戏了，是骚的。防辅助你妈直接推游戏。就这月塔秘籍，想不想学，兄弟们？啊！就这月塔秘籍。妈的，给我弄死他！然后就死在塔下了，别问。啊！
投了。你看看，这把想杀、啊、这个太难了，直接他妈的挂机了。